还是好不容易是那出去了吃好，耽误他俩手艺好。吃饱不想家哟。人家平时工作都是小事。孩儿溜去了。妈妈嘞？听你爸，在家乖乖的啊。自己大走了啊。我出去干活。去外地。嗯。给爸拜拜。拜拜。祝一路顺风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在家乖乖一点啊。啊，自己在家领路，他们三个乖一点啊。走了。走了，慢点啊。嗯，好。想这种我做，但是没有吧？好吧，先让我回来。大概娃的几天才回来？几天才回来？啊？哦，一星期。一星期？嗯。一星期有几天？几天？天，俺大忘了个事儿。啥事儿啊？俺大忘了给你一块吃一顿。浪漫的烛光晚餐，阿姨还吃了了呀？人家还没吃，人家怎么领着俺呀？烛光晚餐都是俺俩，为啥领着恁呢？我不领着俺，我嘞也没领你。啊，不要不要呀？等恁大回来了都领着恁，好不好？恁这个得不唱我。好好，不唱恁，我不唱恁，好不好？好。嗯。你唱我。我唱你，我吃了你嘞，我唱你。你也不唱我。好，我不唱你。老汉哥们儿，早都跟我说想出去溜达溜达的，别家憋坏了，跟着老婆。走吧，哥。哎，大姐 ，Hello，Hello， 走吧，走走，要跟你一块儿溜达溜达。走吧，开我车都安全的，走，你叫你的热人吧，走吧，到家吧，走，开我，叫电视波，走走。俺这车开着都累，你那个赶紧再，你那个赶紧弄个七座的，知道吧？就觉得弄上了方便一些。到时候啥？鸽子开熟了呀？中午我吃了。鸽子开熟了，你得就有时候拉个人呢、啊，你谁的，对不对？受不了这个。做好注意安全，做好扣上安全带啊！好，走吧。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发电那个。发电的风源是吧？对，真长啊！嗯，就是航空母舰底下的螺旋桨。